啊，那个许诺，他请假去医院了。哎，那你现在办公？我帮他收拾东西，有点乱。我不想来。为什么？你非要拉我来医院的。你不会怕疼吧？啊？不要你管。哎，你说你爸可是医学界泰斗，你丢不丢人呢？那中医抓两副药就好了，那还要扎针啊？中医针灸扎的针才多呢，来。你看，你看，这个这么粗的管，我教你哪个手指头不疼。等一下，嗯，我好像好了。哎，少来，大夫来扎这个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不疼，真的。真的。嗯，这个呢是功能指，它没有任何的。哎呦，你干嘛？还没开始扎呢，吓死我了你！这晚上逗你们的，逗你们的。好了，不要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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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动了啊！啊啊啊！你怎么那么疼？啊！骗我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无名指是用来戴婚戒的，它有根血管通往心脏，因此啊称为同心指。好了好了，都扎好了，扎好了，乖，勇敢！骗我！好了，快坐去，来。好了，哎呀，怪不得人家都说每一个大男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男孩，这个都需要别人的宠爱和呵护。要不是我亲眼看见，我还真不相信。你说你扎个针你就脆弱了？嗯，我脆弱的都快昏过去了。哦，好好好，有姐姐照顾你啊，不哭不哭。你说，哎，你花天酒地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自己这么脆弱啊？谁花天酒地了？我感冒还不是因为你？怎么因为？哇！你干嘛？我的意思就是，以后你生病的时候，我也可以这么照顾你。占我便宜你！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帮我妈拿药。哦，拿药还要送花的哦。送给我妈的。怎么了？你们是？哦，他发烧了又不肯吃药，所以我就带他顺便来验个血，就这样。发烧了，多休息。我走了。啊不不，你是不是故意的你？对啊，我就是故意的。你干嘛故意的？你，哼，我跟你说。我是在帮你，看他刚才这个样子，一定是吃醋了。等着感谢我吧。他肯定误会了。嗯，不疼了。是我跟他说的，可是我跟他说的是你请假去医院，有可能他以为你生病了呗。再不然。这花儿是送给林凡的，看见你在，他没好意思送。吃东西还堵不住你的嘴，这个局面想想总是觉得很尴尬呀。哆瑞咪，这三个人，这三个人怎么运气？我再郑重的纠正你一次啊，我和林凡只是普通的朋友，我们三个人没有哆瑞咪，只有哆瑞，没有咪，没有咪，没有咪，好不好？那要不然你退出，剩下他俩。你说这林凡对你好不好？你自己说说，你评评你自己良心，对你挖心掏肺的有没有？人家这是典型的暖男，想找都找不着。你可倒好，于是我真是怀疑你看男人的眼光。哎，你打住！咱们能不能不说林凡啊？你要是觉得他那么好，你快收了他去啊！好。不谈林凡，谈小吉吧。你这次苏州之行有没有替我看着他？他有没有跟那个绿茶妹妹在一起？嗯，那个，咱们还是谈谈工作吧。我现在只想把电商的事情弄好，只要公司的局面好了呢，公司的局面好了呢，你的男神就能正视你的感情，对吗？瑞瑞、瑞姐、瑞爷，能不能放过我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只谈工作。你能不能帮我把韩红断货的事情给我解决了？
这于心现在明明知道上海卖得很好，他把所有的货全部都放在外地卖，这不是明显就卡我脖子呢吗？而且我为了这批货，真的是我的业绩都损失两成。你怎么了？不敢跟他硬碰硬是不是？我不敢跟他硬碰硬，我怕他。其实这次苏州的事还真是个套，还是个连环套。我不管，反正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掌控全局了，明儿我就找他谈去。哼，你说什么？沈总要带许诺去法国？是啊，法国总部的接洽一直都是沈总亲自负责的，就算沈总不在的时候，也是您跟林总负责的呀。可这次他既没有带您，也没有带林总，居然带了许总，我觉得这事太反常了，您必须得知道。机票定了吗？没有，还没有那么快，要先帮许总办签证。于总，不是我多嘴啊，最近公司上下关于沈总和许总的传闻特别多，要是这次沈总带着他出国的话，还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呢。您想想，那可是法国巴黎啊，五星级酒店住着，红酒牛排吃着，你说要在埃菲尔铁塔下吹个小风看个日落什么的。小严，你去找于总了？你都跟他说了？说了。多事儿啊你！不是我多事儿，沈总带许诺出国这事儿真是太劲爆了，根本瞒不住。就算我不说，也会有别人去说的。唉，再说沈总把这事交给我来办，要是让于总从别人嘴里知道的话，他肯定会记恨我。唉，在这些大咖面前，我就是小卒子一个。谁都得罪不起。我说一句，你有一百句等着我。你就不能趁这功夫多读职场励志的书，充实充实自己？多读书，书上那些职场圣经，哪有咱们这儿来的深刻呀？我呀，还是在实践中成长。这次苏州代理商会议的情况就是这样子，数据大家都看到了。我们的业绩创了历史新高，甚至可以说在业界都是前所未有的。这次我们创新的营销模式受到了极大的回响，而且法方也高度赞扬。这一切我想要归功于徐总还有策划部的极大努力，谢谢。这次订货会上的订单和货款财务部已经整理出来了，但是有很多系列的库存不够，需要马上订货。没问题，我检查过账目了，我们现在资金充足，法方保证会优先供货的。对不起，我有一个问题。韩后茶蕊系列现在库存已经没有了，如果现在生产的话，可能也来不及了。但是呢，上海的销售部前期做的团购都是针对这个系列做的推广，现在的局面是有订单没货发。我想大家都知道网络的影响力，如果这件事闹大了，负面效果是不可想象的。徐总，您在推广这个系列产品的时候，难道不看库存吗？我正要说这个事情，上海销售部联合策划部借助第三方网购平台全力推广韩后茶蕊系列，可是有人却私自将货品发往外地。关于这件事情，李楠，我很想听听你的解释。这批发往外部的货是代理商早就朝我要的，人家朝我要，我能不给吗？想必您也是业内的精英，这么低级的问题你也问得出来啊？发生这种问题本来就很低级。刘瑞是销售部的经理，总体把控公司的货品是他的职责，为什么这件事情他不知道呢？我是副总裁助理，我有权利去帮助业务部啊。我有时候让你帮我协调工作吗？看吧，于总，您好意，人家未必领情呢。徐总，这批货临近效期，所以我让林楠发给东北代理区特价处理。如果你想要在你的网络平台上售出的话，这样不太好吧？至于你说缺货的事情，我也通知个别大区让他们把库存发过来。这样的解释徐总满意吗？于总跟代理商的关系好，所以出面打了招呼，他们宁愿自己受些损失也愿意帮助我们。其实于总一直很关注上海的市场，不会让货空的。徐总很自信也很强势，
所以我一直不敢干涉什么，我只能提前做好预算，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可没想到，还是让你给误会了。其实我跟沈总一样，我跟他一样支持你，我也希望大家一起把迪欧做好。迪欧就像我的孩子，哪个妈妈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？之前你分权批他，然后发郑珊珊的奖金，现在老员工都跑到我这儿来跟我闹，我哪一次不是站在你的角度帮你圆场？没错，这件事我能证明，于总是拿自己的钱补给了郑珊珊，要不然以郑珊珊的性格，这件事肯定会闹大。抱歉，刚才是我太急躁了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们能够合作无间的话，对于迪欧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。哎妈，太过分了，这不明摆着吗，给我们下了个套吗？现在全公司上下都认为咱们是小人了，这招真阴。别说了，我有点乱，你帮我捋一捋。一直以来我把于曼妮放在对立面，是不是对她不公平？我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？或许会像沈总说的那样，如果我们俩可以冰释前嫌，真心合作的话，那对公司而言绝对是福。别做梦了，你不知道这公司藏龙卧虎啊，下面有个绿茶婊，上面还有个于奶奶呢，做朋友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我出去喝杯水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我问你们，公司现在形势你们都看明白了吗？没有啊。公司要变天了。我早上来的时候天挺好的呀。你是不是傻？你知道啥呀？接着说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徐总现在呀可算是熬出头了，自从这回苏州回来，那地位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，就连于总都服软了，公开跟他示好呢。沈总更别提了，听说沈总要带徐总去法国。这次订花会那么成功，沈总带徐总去法国也是情理之中嘛。小鸡经理，这你就不知道了，这里边的门道你们没看出来吗？你是说宫中即将易主？对，聪明。那法国可是浪漫之都啊，这俩人本来就郎情妾意的，那法国再兜一圈回来，那关系不得有质的飞跃呀。你也太天真了，你当于总是吃素的，坐等出局啊？于总是厉害，他是想严防死守，可法国山高路远的，他守得住吗？他手再长他也伸不过去呀，对不对？想着我还有点小激动呢，你说那俩人要是在酒店把房间门一关，那于总能管得着吗？行了啊，你瞎激动个屁，赶紧吃，吃完赶紧上班了。这回他们就叫情定法兰西。潘妮，怎么不吃啊？哦，我在想事儿呢。我在想，不能让许诺这么轻易的上位啊。这事不用你急，宇文比你更急呢，吃吧。嗯。哎。吃。走啊。病好了，好了，许诺这些天没少辛苦，他妈知道我生病了，天天熬汤，许诺回去拿了再给我送来的。最近的事儿你怎么看？什么事儿？于曼妮帮许诺补台的事儿。表面上看着挺和谐的，但有点假。无论如何，这个局面跟结果是我想要的。
对，你是老板，你只看重结果，不像我等草民还会纠结过程。别闹，有件事跟你说一下，法国不是不带你去了？嗯，我知道，全公司上下都传遍了，连保洁阿姨都知道你要带许诺去吗？是法国总部点名要他去。你自己怎么想？你想带他去吗？带他去对工作有帮助啊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要没别的事我就先出去了。哦，还记不记得在苏州你答应过我给许诺一个明确的答案？我记得，我也给了。找你来主要也是希望你不要再把时间跟精力浪费在我身上。你决定了就那样吗？当然。好吧。那么强干嘛？再说我也没想跟你。我就是喜欢赢，怎么样？输家没资格说话。嗯，所以你是享受赢的感觉才爱上打拳的？哦，那不是，我是因为志泽喜欢打拳，所以我喜欢打拳。值得吗？值不值得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事儿啊？你怎么知道？这心放在这儿800年都不谈，这一谈准有事儿。你说说怎么了？哎呀，烦。烦什么呢？公司的事儿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。哎，业务上的事儿呢，你妈是不懂，可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我身边那些姐妹们每次来跟我诉苦说那些事儿啊，没有因为事儿烦的。为什么？事儿总能解决，烦的呢都是人。人在职场无非就是功名利禄，你说说你跟人家争什么了，争这么烦？我也没争什么，我就是，哎呀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公司有一个女副总吗？嗯，她是公司元老，老板原先请我过去呢，就是觉得她业务不好，想让我取而代之。你没争过他，取代不了。嗯，反正就是不太顺利。我总觉着吧，你说一个女人在职场上做到这个位置挺不容易的吧，所以呢我就没把她逼太紧，只要没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就给她留个机会。但是她总是针对我，这倒也还行，我反正也能应付。可是最近吧，她的态度变化特别大。变成什么样了？她不再针对我了，而且好像还在帮我。就比如说这次我全力推广的那个化妆品系列吧，突然断货了，我就觉得是他搞的鬼，我还跑去问责了。结果他态度特别好，而且还主动帮我从外地调来了货，就弄得我在老板面前吧特别小人。我就反省了，我说是不是我一开始就错了，人其实根本就没想跟我争什么，是我自己多心了，错怪他。傻孩子，妈送你一句评语，你说，
有智商没情商。不是，孙老师，您能不能说明白点？妈告诉你啊，如果这个人是天使，那他就在别人掉进陷阱前及时提醒，而不是别人掉进陷阱后伸手相救。而且救你的时候还正好让大家都看到了，他这一向你示好，一些方面呢让老板表明心迹，另一方面呢让老板看到你的短板和他的大度。表面上是帮你解决问题了，实际上让你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你分析的还挺到位的。哎，咱俩认识十年了吧？认识你都十年了，真是我人生最大的污点。哎，我是说认真的，你客观的评价一下，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贱。觉得吧，啊，我这样一个人，我算不上人见人爱，但怎么样也是个少女杀手吧？怎么，搞不定许诺？嗯，有时候你还挺聪明的啊。我劝你啊，多用点心，否则等志泽带许诺去了法国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有些事儿吧，不是努努力就行的，这点你比我清楚啊。我跟你不一样啊，反正我都已经喜欢他十年了，都已经习惯了，就跟每天吃饭、睡觉一样。他就是我的梦想，我只要每天一睁开眼睛，知道可以见到他，那种幸福感呢，就是支撑我一切的力量。如果有一天没有他了，我还真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应该比现在更好吧？哎，说真的，这十年我都没见你这么认真。不要做第二个玉曼妮。我会一直做那个让你恨得牙痒痒的林凡。好。服务员，再来，再来一打。你年龄是不小了，智商呢，还没那么成熟。这外焦里嫩，烤白薯好吃，这职场上打拼呀，差远了。我就奇了怪了，您说你也没在公司工作过，这当了一辈子人民教师，做的是教书育人的神圣工作，怎么也这么复杂呢？这学校、格子间都是职场。社会生存法则都是通用的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功名利禄，你跟人家争什么了？人家那么针对你啊。我没争什么呀，我就是争了个人。啊？争谁了？哎呀妈呀，小姨啊，我最近看我林叔叔的微博上发的都是疗伤的心灵鸡汤啊，你跟他发展的怎么样了？你别跟我提他。哎呦，小凡多好呀。小诺，你真得上点心，你要是一放松，再让别人给抢走了。哎呦，我的亲妈呀，真的，全天底下就您一个人当他是香饽饽，我觉得这儿不正常。他不正常，我看你不正常，你不正常，你才瞧人家正常的都不正常。哎呦，我天妈，你这说绕口令呢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跟小凡说，我让小凡来，我给他熬鸡汤。叔，哎，你这孩子，姥姥，你说我小姨这婚事儿可且蹉跎着呢。哎呀，真是。我可以坐吗？哇哦！嗯，我有个事情想跟你说。说。我觉得你除了自己闷头吃东西之外，是不是还应该做点别的事情？比方说什么？我觉得你应该亲自下厨，这样才算是真正的礼贤下士啊！不要得寸进尺啊！哎，
我还没有说我要的尺，你怎么就知道我要得寸进尺了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我们应该要做迪欧自己的 APP， 开发迪欧的电商品牌。我已经把报告发你邮箱了。我能做吗？你这阳光餐厅主意确实不错，适当的给员工调节一下心情，放松自己。不过小心一点啊，要是时间长了会影响工作效率的。动物呢需要圈养，而员工是人，尊重和信任远比监督和约束来得更有效。你讲话怎么老是一语双关呢？是吗？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吧。智泽，这次我们去法国，除了要给费纳夫人祝寿之外，陆阿姨还说她朋友有个古堡要出售，让我们去看一看。毕竟我们以后要住，总得让我们满意才行嘛。我睡好了，我先走。嗯。我购物的眼光可好了，到时候你想买什么，我帮你买，你肯定会喜欢。不用，那你慢慢吃啊，我跟智泽还有事要商量。妈呀，终于走了。他刚说什么你听到吗？我听到了，不是说带你去法国吗？怎么带他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他刚才当着沈总的面这么说，沈总也没有反驳，那还能有假吗？算了，带他去就带他去呗，你也别不高兴。你瞅他那样，多能嘚瑟呀，巴不得全地球的人都知道他跟老板有一腿。人家都要手牵手同游巴黎了，我还能怎么样？也是。哎，那要不然你跟老板说一声，你说你也想去。我脸皮才没那么厚呢。就知道你很没用。下下棋，下下棋。李总再见。进。头都不抬，真没礼貌。你有什么事儿？下班了，一起吃饭吧。没空。你觉得女人有必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累吗？时长可不分男女老幼。我很赞同你这个话，希望你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人都这么想。什么意思啊？请我吃饭，给你解惑。说来说去呢，你就想找人蹭饭。对不起，我忙着呢，我真没空。您请吧。好，那你别弄得太晚了，你拼得太辛苦，我会心疼的。还有，老板终究是老板，你做的再多，在他眼里都是本分，不会因此给你加分的。林总。孟文，我有事想求你。不用求，有什么只要我可以做到的，尽管说。那个，我想。我知道了，最近手头比较紧是吧？没事，你要多少尽管说。不是不是，我就是想请您吃饭，你一定要赏光，不要拒绝我呀。我当什么事儿呢？你看你把自己憋的。行啊，正好我没有饭局，咱们一块儿呗。真的？你真的答应跟我一起吃饭了？这有什么？哎，电梯来了，走。来。谢谢林总。谢谢林总。哎，您老是这样的话，这饭可吃不了了啊。一会儿到了餐厅，我给你拉椅子，我给你递餐布，我给你
添水加菜，你都要谢我，这一路谢下来都会把我给谢晕的。真的吗？真的会帮我拉椅子、递餐布、添水加菜？要不这样，咱们去一个比较草根点的地方吧，这样你也不会不自在。啊，也行。今天不管去哪儿，我请客。哎，记住了，我林凡从来不会让女人买单。啊，除了于总。今天我一定请你吃饭，我要好好谢谢你。我从进迪欧，您就很关照我。上次天津那张订单的事情，也是你帮我查明了真相。还有，我听行政部的同事说，公司在顶层建阳光餐厅也是您主抓的。我知道，您是因为我。哦，这个是许诺的提议，我只是负责监督还有执行，说到底就是为员工谋福利了。林总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哼，我们都是好人。哎，丽莎妹妹果然是按耐不住了。沈总，需要帮你准备份宵夜吗？不用。那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下班了。行，等一下，徐总还在吗？刚刚过来的时候看见他的办公室在亮着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。我觉得你应该亲自下厨，这样才算是真正的礼贤下士。王师傅，哎，沈总您好，请问您想吃点什么？啊，没事儿，我就想自己来，围裙借我一下。哎，好嘞。您忙吧。哎。制作的许氏肉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看了电商的方案，你画了好大一个饼啊！所以作为回报，你就请我吃这个，你也太小气了吧！我可是照着上次你教我那个酱料调的。可这样，就是你忘了上次我放多少番茄酱，这就有点少吧。你要求很多哎。要做就要做的专业，做的最好，这是我的做事原则。对了，过两天要去法国。嗯，我知道，你要跟虞美人把臂同游浪漫之都。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法国你跟我一块去。不买古堡了，认真一点。好，你说，这次去法国本来就不是去游山玩水的，是商务。虽然表面上是参加菲娜夫人的生日宴，但实际上这是欧亚集团全球代理商大会，很重要，也很正式。听明白了吗？懂了。明白就好。认真一点。嗯。好，法国。忍忍忍忍，我要去法国了，明天赶紧空出时间来陪我去买衣服。
林总，你认识他呀？不，我在听歌。这首歌听起来好悲伤啊。林总，你有心事啊？其实我明白的。明白什么？大家都说徐总这次和沈总一起去法国肯定会情定法兰西，您这么喜欢徐总肯定心里难过了。我知道您很为难，你很想去爱徐总，可是又琢磨不定徐总和沈总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眼看徐总和沈总越走越近，虽然你也会吃醋，可你更担心的是他们在一起未必能幸福。你害怕徐总受到伤害，而且您和沈总是兄弟，对他们你既不能拉也不能拆，所以心里苦得很。难得你能明白我。我明白是因为我现在也是一样的处境。我很想往前一步，可是这需要太多的勇气，但光有勇气又不够，因为这一步注定要改变的太多了，而且也不一定能得到自己想要的，甚至会失去更多，所以我就留在原地，什么都不做，也许这样才对大家更好，至少不会失去。你说的对，虽然有点委屈，但这样对大家都好。来，博文，我敬你。阿姨，你看，阳光餐厅对员工好是一件好事，可是有需要这么花俏吗？这都是许诺的主意啊，他现在在公司讲的话就是圣旨，没有人敢反抗的。而且他最近还缠着志泽做电商，钱倒没有少花，成效却见不到。电商的事呢，我是听说过，许诺是想开发一个 app 帮公司来增加这个自主权，是件好事。不过我有点担心，他其实是拿着公司的钱去满足自己的好胜心。阿姨您放心，有我看着，我不会让他只手遮天的。曼妮，还是你懂事。曼妮啊，法国的事呢我听说过了，都是我不好，帮不到志泽，所以他就带许诺去。你千万不要这么想，阿泽告诉我法国那边呢点名要许诺去，不管怎么样他也是我们公司的行销负责人，最近业绩又这么好，怎么样他都有些功劳，公事嘛就让他去吧。只要你心里记得阿姨是最疼你的，虽然这次你不能去法国，但是阿姨呢已经托人把你那些喜欢的名牌包包啊一样给你挑了一个，现在应该送到你们家去了。谢谢阿姨。曼妮啊，我知道你不在意这些，但是阿姨现在能为你做的呢就这么多。你要记得，不管在公司做副总裁或者是做我们家的媳妇儿，做人呢气度一定要大些，眼光要放长远一点啊。我知道。